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迷你忍者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啦好啦，开始了开始了，我们还在夜之堡，我们已经挑战夜之堡，挑战第三趴了，真是莫名其妙啊，竟然可以挑到第三趴这么久。哦哦哦，顺在干嘛？不是啊，雀在干嘛？这就是他的边缘爬坡吗？怎么动作有点哎呦哎呦，这里有品香，品香是什么？胡椒炸弹，胡椒炸弹。哦，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了，继续走，继续往前走。那我们第三趴啦，想不到这个夜之堡比我想象中的更大，然后怪更多，然后更麻烦哦，更机车哦哦哦，吓到我！真的吓到我了！怎么会这样？等等哦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换一下东西好不好？换这个袖里剑，换袖里剑在，不是我换错了，袖里剑。哦哦，不要再射我了。哦哦，袖里剑还蛮好用的。哦，第一次用袖里剑了，是吗？我也不晓得，我以前应该也有丢过吧。发现我太少用这些东西了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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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这里面有什么？没有。好，很好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走我们走。这里有果树哦，有果树，采一下果树，快没血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哟，差不多了。哦吼吼，那我再切回袖里剑，袖里剑，耶，80个袖里剑不丢吗？好东西不丢吗？哦，好东西不丢吗？呀呀呀呀！哦，哦哦哦哦哦哦！去哦去，努力打！哪里？等一下，那个是什么？熊猫换一下红，我又被红吸引了。红，换熊猫，等等，换默认法术。我把默认法术弄掉了，又要再切了。这个，把这个换掉了啊。红，默认法术，我们来用熊猫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用熊猫，熊猫，熊猫。不要跑啊！你怎么钻进去了？你要跑去哪里？你要跑去哪里？哦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哇，看一下看一下他有什么攻击。还不错哎，先存个档。又要跳出来了，跳出来存档。先存档啊，让我存档。用果实哦，补满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摇了，不要再摇了，摇得我头都晕了。然后我们来附身在熊猫身上。卡哇咪的剧组附身在熊猫身上了。好爽哦，超强的。现在怎样？人超多的，那你人在干嘛了？熊猫熊猫，现在打品香。治疗药水。再来。哦，一队人马，一队人马要过来嘞。来啊来啊来啊！我看我看起来多么和善啊！熊猫吓退人了！哎呦，好恐怖哦！可以。不行了！可恶！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打中了哈！终于干掉了！
还有谁在上面？太邪恶了，一直偷打我哈！你们可恶的家伙，再打不准再打了，我叫你住手！啊，不准再打了，谁准你这样一直烂打我，烂打左右连打，嗯，哦，怪超多的哦，又一对了，扫不到了，哎，可恶，嗯，可恶，扫不到了。嗯，有范围的啦。哦，超多怪的啦！哎，这里怎么会多成这样啊？嗯，应该没有了吧？都冲完了吧？应该都冲过来了吧？怎么这么多啊？超多的啦！哈，再多些什么啦？我欠他们的、哦，我欠他们钱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怎么会？看到我跟看到仇人一样哦，本来就是仇人。这是什么？五百盒？哦，真是的，真有够难打。好啦，我们上去了啦，上去了。这次应该要走，又要飞檐走壁，又要走那个钢索，哎，走灯笼，哎，走灯笼，灯笼铺成道路，一点都不像路。嗯，小龙女才睡在那上面，我又不是小龙女。哎，我们走，跳，那跳的，哦，边走边跳，哦，忍者真是大胆啊，谁敢在上面这样跳啊？哦，又来了，又要爬了，嗯，又要再爬了，哦，我怎么摔下来了？哦不，又再来一次哦，我错了，红，我们错了好不好？嗯，我们换成浮屠来好不好？浮屠走那个为什么绳子不会断呢？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呢、欸，为什么绳子不会断？为什么绳子不会断？对啊，大家有没有这个疑问？啊，为什么绳子不会断？那这样跳嘞？这样跳都不会断呢、欸？哦，啊，不要再试了啦，感觉好愚蠢哦！我在这边干嘛啦？我到底在干嘛啦？啊，好了啦，换成那个啦，雀感觉很会爬钢索，有没有？身轻如燕，有没有？就像麻雀一样。哦，它爬得好顺的感觉哦。有，哎，可是不要晃啊，不要晃成这样啊，我会怕、欸。嘿，啊，又来了，不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，我错了，放过我，我错了，我不要再跳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跳了啦，各位观众，我错了，为什么老是这样？不跳了啦，慢慢走过去了啦，嗯，好不好？跳都没好事。没好事发生啊，真是的，可恶，只会掉下去。好啦，我乖乖的走啦，乖乖的走啦，走到那里了啦，乖乖的走到那，欸，跳上来。哦，走，隐身在什么灯笼里面。哎呦，你不要晃得这么厉害好不好？你的腰骨太软了啦，我感觉好恐怖哦。平常人也没有晃成像你这样啊！啊，雀，啊，你的腰骨太软了啦！哦，我走那个，哎，还有可以走、哦，走过去要干嘛？走过去上面是刺、欸，哎，没干嘛，不走了，好了，浪费我时间。这跳得过去吗？哦，我跳看看哦。哎，跳不过去。哦，什么声音？喂。不要跑！哦，不要跑！哦，有箭射过来了，先打品枪要紧。哦，治疗药水，冲过去才敌。哦，呀！哦，我们过关了。哦，感觉这边就过关了。哦，终于！哦。各位观众，
我们过关了哦！夜之堡好难突破，它没有一道门可以打开的，是不是？人又多，真是的。好啊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咯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应该要打魔王了吧？要打 BOSS 了。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